该接的。我们再等两分钟了哈，那请助理用电话联系一下哈，还没有出席的委员，好吧？我们现在请秘书来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八人，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宣布开会。那我们先请这个议事人员先读一下这个报告事项。立法院第八届第四会期纪律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
时间：中华民国102年11月15日星期五中午12:10至13:30。地点：本院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段宜康委员等15人，列席委员：柯建铭委员，主席：陈召集委员明文。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审议院会交付处理。有关本院民进党党团拟具提案决议，请特侦组提供最高法院检察署100年特他字第61号之全部卷证资料，及柯建铭委员与蔡世奇律师于2013年6月17日至2013年7月15日间，共八通通联记录及通讯监察译文，并于下次会议邀请前法务部部长曾永夫、高等法院检察署检察长陈守煌及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黄世明到会说明。另函请王院长就柯委员说明有疑义部分予以书面答复，避免厘清案情。宣读完毕。好，各位队友们，议事的有没有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就确定哦。好，好，好，我们继续请这个议事人先读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继续审议院会交付处理有关本院民进党党团拟具，为总统马英九、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黄世明相继于9月6日、9月8日召开记者会，以监听所得之译文资料，片面指控王金平院长为柯建铭委员在更一审以获判无罪之全民电通司法案件进行官说。此后马英九总统借此为由展开9月政争报复行动，基于行政立法分权制衡及本院自主与自律原则，为厘清本案真实情况，原请院会将本案交纪律委员会调查及处理。纪律委员会于审查本案时，应比照各常设委员会全程同步上网并录音录影，同时给予柯建铭委员充分时间说明答辩案。宣读完毕。好，我想我们上一次哈，我们开会的时候，大概我们有特别邀请这个陈守煌检察官能够出席，还有我们邀请了前法务部曾永夫部长，还有我们的黄世明总长哈、以及这个黄金平院长哈、但是这个后来现在就是今天议会的，这大概就是我们陈守煌检察长哈、今天亲自来出席哈、那曾永夫这个前部长哈、他委由他的助理哈、来向本委员会来请假。那至于王院长，他今天也正式回函哈、我们委员会哈、还有今天的黄世明哈、检察总长，那正式回函虽然时间哈、就在我们开会前哈、我们才收到，但是我们勉强也接受他的这个函哈、所以我们委员会，我们议事人员有分送到各位委员的这个桌前哈、大概有做几份的一个相关资料，那么也敬请哈、各位这个参列哈、各位参列。不过我个人哈、是觉得这个黄世明检察长哈、那么他的回函部分哈、特别是在第18页到第19页哈、可以说是针对我们这个立法院哈、司法委员会哈、委员的所谓的这个冻结法务部还有司法官训练所这三笔预算的部分哦，主控我们委员会是对于法务部施以哈、预算的压力来关切个案哈、所以这一点哦，我们可以说完全不能接受哈、完全不能接受哈、我想这样是严重来干预我们的国会秩序哈、这一点我也要特别现在先以个人的身份来特别提出来表示抗议跟谴责哈、好，那今天呢、我想我们的议程哈、今天有这个陈守煌检察长哈、那么来亲自来这个列席，我们表示感谢。那是不是我们就首先就先请我们的陈守煌哈、检察长，那么来做报告哈、来做说明。那等一下这个检察长说明完以后，看各位委员要不要来提出哈、询问的哈、如果愿意要提出询问的，请到我们主席台来这签名哈、那首先我们是不是先就请我们的陈守煌检察长啊、来做说明报告？好，我们请检察长。主席、各位委员，
啊，各位先进，奉邀列席大院纪律委员会啊，就有关大院院长民进党总召柯委员涉及司法官说来院做报告，那也感谢大院啊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做说明。首先要说明的是，大院就是立法院在审查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的时候，也就是在今年年初，他曾做成决议，为了解决检察官案件滥行上诉、滥权上诉的问题，决议呢要请法务部、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就上诉情形定期向大院提出改善专案的报告。这个决议法务部也转达所有检察机关，那民间司改会也做同样的请求，法务部也特别要求所有检察官对于上诉的问题应该为了避免耗费司法资源增加讼累，让当事人饱受漫长司法程序的折磨，不宜滥行上诉，要求对于该上诉的你就上诉，如果判决没有错或者没有违背法令的，就不宜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而有随便上诉的情形。那其实大院院长，那因为我曾经在法务部担任政务次长2年10个多月，我是今年3月11号才从政务次长职务改派担任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检察长。在担任政务次长期间，许多预算结算法案的推动，以及廉政署、矫正署、司法官学院等等机构的改制，也都麻烦我们大院各位委员、总召还有院长。王院长在6月下旬打电话给我，他非常客气，他提到刚刚我所报告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的时候曾做成的决议，检察官有滥行上诉的问题，要定期向大院提出改善专案的报告，问我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说当然知道，也非常重视。那他提到从民间他所得到的一些人民的反应，认为检察官，特别是二审的检察官，那也看到判决无罪或者原来一审有罪改判无罪的，为了避免责任就随意的以
简单的理由，就或者抄啊、以前啊、检察官起诉的事实，就随便上诉。那他在这当中，他也提到说，柯总召曾经跟他诉苦埋怨，说柯总召也有一件案件呢、啊，他曾已经发生了已经十五六年、十六七年，那诉讼期间也已经超过十年，啊，那王院长说，这件案件如果判决的是，如果是更一审如果判决的是不对的，有判决违背法令，那么检察官你们就尽管上诉。如果没有判决违背，没有判决没有不对的情形下，检察官不应该滥行上诉。王院长讲得非常的客气，也绝对没有要求说检察官不可以上诉。王院长是国会的议长，我当政务委员、政务次长的时候，正如刚刚所报告的，跟他有公务上许多的接触劳烦，他打电话来，我当然要接他的电话。在我们每天接到人民陈情的案件非常的多，我们都书面的，我们都会盖个错章说文另办，也就是交给承办科室或者检察官来办理。那口头的陈述，事实上我们也应该要办。那我事实上就这个柯总召判决无罪的这个案件，我绝对没有要承办的林检察官不要上诉。我跟他提醒，你调卷来审核，判决违背法令，那你就上诉。那上诉最高法院是要以判决违背法令才能上诉，你不能随便说判太轻，或者说这个判无罪是没有道理啊，随便这样子就上诉的啊。那林检察官也了解，那我只跟他提醒，立法院有做这样的决议，使民间司改会也有做这样的要求，华部也有公函要求检察官对于上诉要慎重，不可以随便上诉。我提醒检察官，我们对于案件的处理要有担当，要有良心，要有肩膀。你调卷审核之后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事实上林秀涛检察官在特侦组他也说到，我并没有要求他不可以上诉，我是要求他调卷后依法办理。那事实上林检察官在特侦组的侦讯，据他所说的，特侦组传讯他的时候并没有寄传票，也没有说明他是被告或者证人，他误以为是
诈骗集团，但是联络的检察事务官留下来的电话叫他求证，求证了之后的确是特侦组。那他要求确认他的身份到底是证人或者被告，如果证人要证明些什么事情，特侦组也不回应，让他摸不着头绪。林检察官是一个情绪上非常容易紧张的个性，那他很紧张，他就由他的先生也带着孩子，就在8月31号滂沱大雨的晚上，他就赶到特侦组。据他所言，特侦组检察官起初就说柯委员的这个案件特侦组注意很久了，为什么没有上诉，是严重失职。然后他情绪就很紧张，但是他起初的回答说检察长并没有要求他不要上诉，也他自己审核结果也看到这个案件并没有判决违背法令，所以他是本于法律的确信他没有上诉。但是特侦组的检察官就一直要他讲检察长，也就是我个人，有没有强迫要求他不可以上诉。那他起初讲没有，检察官不信，他就说那我拒绝证言。检察官又对他明白的说没有正当理由拒绝证言可以构成伪证罪，你知道吗？那这个是事实上无正当理由拒绝证言不会构成伪证罪，所以我认为特侦组的检察官在这部分有用不正方法取得证言。那林检察官在这当中所做的，在被用不正方法取得的证言这部分，他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对我不利的，那就是说他说我有建议他不要上诉，但事实上基于检察议题的原则，我本来就需要找检察官来做沟通做了解，对于案件检察议题本来就是在错误的避免、意见的沟通、责任的分担、错误的减少。那林检察官这样的证言，事实上在检察议题上我本来就有这个权利找他，后来他觉得他所做的证言这部分可能会害到我，后来他说我们检察长的确是没有要求他不可以上诉，他只要求我调卷后依法办理，那要求依法办理本来就是正当的。他也特别提到说他根本不认识柯总召，也不认识王院长，那曾部长也没有跟他做任何的联络。那事实上曾部长是6月27号深夜才结束15天从美国还有瓜地马拉的访问行程，6月27号半夜才回到台湾，6月28号早上
林秀涛检察官出国去日本观光五天，所以曾部长事实上也没有跟林秀涛检察官见面或者有电话的联络。那事实上曾部长他6月28号上班是到中午，将近中午才进办公室，因为他旅途时差还有这个拉肚子。那我6月28号早上主持高检署的署务汇报，主管汇报，下午主持另外一个会议。事实上我也都没有跟这个曾部长见到面。那6月29号是星期六，那我更没有机会跟部长见面。那事实上我也不了解，不明，我也不知道王院长有打电话给曾部长，所以我不可能为了这件事情跟曾部长有做任何的联络。所以事实上曾部长没有跟我提起任何的事情。那我要向各位报告的就是，事实上柯总召绝对没有找我。那我从今年一整年当中大概也都没有跟柯总召有任何电话的联系，他打给我或者我打给他通通没有。这不是我个人在这里自我的辩解，这是特侦组他铺天盖地查了所有的通联记录之后，他也没有查到柯总召有跟我做任何的联络。所以说柯总召有请托我这个是荒唐，这个没有这回事情。那事实上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王院长打电话给我，他很客气，只是表明他对立委的决议，提醒我们高检署所有的检察官要一律就这个通案的决议要注意。他没有要求不可以上诉，而依照行政院及所属机关请托官说登录查查作业的要点，这里面的第三点他称请托官说的定义系指不循法定程序为本人或他人对该作业要点第二点的规范对象提出请求，且该请求有违反法令、营业规章或契约之余则而言。所以请托或者官说指的是那个要求有违反法令、营业规章或契约之余则而言。这个请托官说登录作业查查作业要点是经过是法务部定经过行政院核定的，定定的时候我担任政务次长。那我跟各位报告过，柯总召绝对没有向我或者向林检察官做请托官说，而王院长他是说你该上诉你上诉不该上诉没有判决违法令你不要随便找个理由上诉。他讲到要避免浪费司法资源，不要增加送累，让当事人有漫长司法程序的折磨等等那我基于处理这类的案件，应该特别是基于检察议题，
那林秀涛林检察官他个性比较怕事情，他在特侦组讲到说，如果判无罪的案件，一般来讲他都会上诉，为了避免被人家告，他上了诉，判决结果怎么样，他有上诉就可以度悠悠之口，因此像他有这样的个性，我当然要找他来谈一谈，但是绝对没有说这个案件不可以上诉。那也要向各位委员报告，就是事实上这个案件没有上诉之后，我根本没有回复王院长或者柯总召，这个从通联记录里面特侦组所查的盖天 铺天盖地所查的资料就可以很明确，所以我也不认为王院长对我是这个请托官说登录查查作为要点里面的请托官说，我只是把它当成一般陈述案件的处理去做处理而已。那以上报告，那如果各位委员有什么指教，那我们当另外再说明，谢谢。好，谢谢检察长，我想这个刚刚检察长说明非常的清楚了，那各位委员如果要询问的部分，是不是也能够到前面来做登记？那首先我们就请这个吴委员来进行询问。各位同仁，这个我先声明一下哦，刚刚回应一下主席对于这个黄世明检察总长在这个说明书里面发给我们纪律委员会的这个说明书里面，在第十八页开始到第十九页，指称我们立法院对于他这件事情，透过他上面写立法院所冻结法务部的3/102年度的预算，金额合计4,114,900元。弃置102年6月底官缩事件发生时，仍有3,911,200未解冻。好，然后他的意思是说，第一案弃未解冻，所以法务部跟所属机关确有预算遭柯建铭委员等人冻结情事。所以林秀涛检察官称陈守煌检察长称柯建铭委员找他建议不要上诉，有所谓预算问题。对不起，我在这里先澄清，本席是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委员，从去年第一会期开始到现在，关于黄世明检察总长在今天的说明书里面所提的三个案，一个是针对法务行政的经费，法务部关于这个法律事务司法务行政的经费1/4的冻结案的部分，对不起，是在102年的预算会期第二会期的时候所通过的。那这个冻结案跟官说有何关系？这个案跟黄世明有何关系？到第二个部分，另外一个冻结案是针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刑事歧视的公约，关于这个司法人员训练经费，希望能够放下 CEDAW 的这样的课程，要求冻结检讨相关的课程安排，这个案又跟黄世明还有跟所谓的官算有何关系？在第三个案的部分是针对办理矫正业务不符合人权的部分，司法法制委员会要求你相关的这个矫正业务应该要符合人权，所以要求他检讨，这个案又跟黄世明案又跟柯建铭的委员的官说有何关联？我再次强调，他所指证的这以下的 CEDAW 跟矫正署的两个业务的部分，在今年的十月也已经由国民党的委员安排所谓的解冻案已经通过，然后在针对第一个案法律事务司的法务行政的部分，在昨天解冻案也通过。我再次强调，我们国会议员站在国会审查预算，要求我们相关的行政机关应该要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符合人权，在我们国会殿堂把关，我们冻结相关的预算，要求行政机关应该符合一定的规范，应该一定符合一定的人权指标，没有何不可。请黄世明不要再乱看花，你再看花下去，你只是自曝其短，只是来告诉大家你今天面对所有的指控你已经没有理由了。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的用我的立场再次跟各位强调，他所指称所谓预算案的部分
跟本案都没有关联，我先说这个部分。好，那麻烦一下主席，请陈寿煌检察长来。好，请检察长。不好意思，占了时间，检察长，我想问一下哦，你在什么时候担任政务次长，法务部的政务次长？报告委员，99年5月3号。102年，你是法务部的政务次长吗？我102年3月11号转任高检署检察长，就开始转任高检署检察长嘛。那我也跟委员报告，高检署既没有要兴建办公厅舍，也没有做一些营业行为，本身没有压力，预算压力。本席问你，没有。黄世明上面所提的三个所谓预算冻结案的部分，分别归属于法务部的矫正署，还有就是法律事务司。请问这三个预算，哪一个预算跟你检察署、高检署有关？通通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嘛。其实林秀涛委员啊，林秀涛检察官，他在检察官评鉴委员会，他特别也声明说，我说陈守煌检察长有跟他提到啊、因为预算啊、法案那啊，还有一些机构的成立，有立委有许多的帮忙。他听到预算就以为预算是有压力，他说这个压力两个字是他自己加上去的。好，检察长，我再问你，是那因为在相关的这个说明文件里面呢、哦。有一直提到所谓的预算，黄世明一直说你是用预算的压力来要求哈、哦，所以就照柯建铭委员意思来做。我再一次问你，你们检高等法院检察署从去年102年到103年，有没有任何的预算的解冻案或者是预算案的部分，有任何委员，不只是柯建铭委员，透过这个部分来去跟你去提到特别任何一个个案针对预算的部分？绝对没有。没有吗？没有。好，那你也就是说，林秀他检察官在特侦组的那个证称，检察长有提到预算的压力，所以就依照柯建铭委员的意思来做。这里面你到底有没有跟林秀涛讲到预算？我跟林秀涛讲的是，因为预算、决算、法案，还有矫正署、廉政署、司法官学院的成立，有立法院很大的帮忙。你讲的是以前还是102年还是103年？以前的，时间讲清楚好不好？只是在跟林秀达检察官说明，我跟王院长啊、公务上接洽认识的这个缘由。所以你只是在交代说是你跟王院长认识的一个原因，这样是不是？对对对，好。那我另外再问你哦，在柯建铭委员在本委会答辩的时候，他一直说，特侦组指控他哦，文字如下，他说柯委员私借由请托官说前已经熟忍的陈守煌检察长，彰显该案承办检察官之上诉决定，还有另外在文件上面有写，指称柯建铭与陈守煌联系。我再一次问你，到底柯建铭委员本人有没有打电话给你？报告委员，绝对没有哈、啊！而且这个所谓没有，可最一年都没有。我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事实上连跟柯委员啊私底下吃过饭都通通没有，就是我认识柯委员到现在啊、哦，通通没有。你认识柯委员是在我们立法院、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没有任何其他的场合电话。但我再问你有没有预算，因为这个是关键，我只要再问你，因为你的单方说明，我再一次告诉你哦，你到底有没有电话跟他联系过？绝对没有。电话中有没有谈到预算？绝对没。我最近一年大概我没有打电话给他，他也没有打电话给我。好，那我另外再问你，同样的，在黄世明的今天函给我们本委员会上面的内文第三页也有写，柯建铭委员好急于其后与陈守煌检察长联系，官说陈守煌检察长该案不予以上诉，使其能为无罪定验，陈守煌检察长给予应允。我请问你，你在电话中，不管你跟任何人，你在电话中有跟任何人答应说要求林秀涛检察官对于特定个案不要上诉，有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吗？你有跟任何人通话吗？没有。那跟委员报告，有要求他不要上诉哦，我再问你，没有没有，绝对
对没有，绝对没有。因为黄世民的举证上面，他的说明里面是说，陈守煌检察长要求，哦，他有要求该案勿予以上诉，使其能无罪确定。意思是说，你已经都设计好了，要求承办检察官不要上诉，这样才能无罪确定。有没有电话中这样跟人家讲过？绝无此事，而且林秀涛检察官有没有承诺给柯建铭委员？没有，林秀涛检察官也在检察官评鉴委员会的时候也说，我没有要求他这样。有没有？没有。好，那我最后问你，王金平院长，好，有没有针对这个案子在电话中明确的要求你？我刚刚问的是柯建铭委员哦，王金平院长在电话中有没有明确要求你不要上诉，让这个案件给他无罪确定？没有。有没有？没有。那他有没有跟你讲到了说，原来在案件里面电话中跟你聊这个案件原来判多久，他希望如何如何，有没有提到这其他的字句？电话中没有，因为我对这个案子其实当时候我也不了解，那所以我是检察官收到判决之后才去找。我只要问你，王院长是不是如他的说明里面说，他说本人只是打电话目的是要提醒法务部跟高检署本院有此决议，就是针对检察官滥权上诉问题，建请法务部高检署等相关单位就上诉情形定期向本院针对这个决议的部分要就没有针对个案要求不要上诉，要你们注意这个部分。他电话中只谈到这个决议吗？对，他电话中谈到这个决议。那这个决议呢，因为我担任政务次长我也了解哈，那我当然说我会注意。那我刚刚报告的就是说，我也没有把它当成这个是他请托或者官说，所以我事后我也没有回复说这个案子已经确定。那柯总召在好像上一次的纪律委员会，他有一个说明，他在说明当中提到说，他有跟律企业中有跟律师谈到这个案子到底确定没有，有没有检察官有没有上诉，可见柯总召到企业中都还不知道这个案子有没有上诉，有没有确定？那更可以证明他根本没有请托我，我也没有跟他提到这个案子什么时候。我另外再就法律要件再问检察官什么时候没有上诉。好，我再问你一次，你刚刚有讲到行政院核定的请托官说的要件嘛？是，请问一下，针对就你的理解，针对这个个案的部分，你到底是不是这个案件的所谓的请托官说的规范对象？你是不是有权决定这个案件上诉不上诉的人？按照你们检察体系的习惯，到底检察一体到底到什么程度？按照检察一体，我有案件的承继权，就是把案子来我自己办，或者案件的移转权，这是。那你对个案到底决不决要上诉，或者是要迁结等等？我个人到底身份有没有决定这个权利？检察长的职责有这个权利。那你可不可以建议这个林秀涛这个部分，你到底有没有叫他说你不要上诉？我有跟他提到，判决违背法令，你就上该调卷审了之后，你就该上诉就上诉。如果判决没有违背法令，你要有担当，要有良心责任，你不要随便找个理由上诉。我只是转达这样的一个不可以滥行上诉的这个理由。你加这句的后面，你有没有讲因为我们的预算？没有没有没有，你加这句话后面有没有谈预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不是？是是，你没有用预算的方式加在这句话后面。事实上，高检署也没有预算的压力。好，没有问题，以上。好，谢谢。好，各位委员还有没有询问的？好，那如果我们这个没有询问的话，那首先我们就感谢我们陈检察长今天的列席，好不好？那我们就请。请你休息。好，那我跟委员报告，是不是我们就进行协商，好不好？我们大概讨论一下今天这个我们的结论怎么做，好不好？那我们也请这个记者就先离席。那我们等一下这个协商结束，我们这个再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的一个会议结论，好不好？好。
可以，可以，可以。好，各位委员，我们现在集体开会哦。刚刚我们有进行协商，那有协商的一个具体结论哈、那我们是不是就请我们的艺术人员宣读哈、宣读完以后，看看各位有没有文字上的修正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会议就确认。来，请这个艺术人员宣读。协商结论：本会听取相关人柯建铭委员、陈守煌检察长列席说明及王金平委员之书面声明。王金平院长。院长。就本会函请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黄世明及前法务部部长曾永夫列席说明未能出席，以及函请最高法院检察署提供该署一百年特他字第61号全卷及柯建铭委员与其律师之通联记录、通讯监察译文等资料。最高法院检察署以事涉侦查秘密及当事人隐私为由，函复本会不予提供。本案经本会调查后均认：一、查柯建铭委员因全民电动案件向王金平院长诉苦，业经柯建铭委员陈述，并经王金平院长证实；再查黄世明总长所陈，柯建铭委员去电陈守煌官说云云，亦经陈守煌检察长于本会会议否认。因此，有关柯建铭委员官说应不予成立。二、本案不予处分。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并同各项说明资料提报院会。宣读完毕。好，各位委员，对刚刚议事人这个所宣读的这个会议结论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要文字修改的？好，那没有的话，我们这个本案就审查完竣，我们拟具我们的审查报告，并同各项书面的说明资料，我们就提报院会。好，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